啊，新闻要写什么？就是鬼岛消防局成立啊，成立第一天，明天就解散。哇，这太阳好美！奇怪了，今天连平常最爱走私的白熊侠都不出动，这到底？私刑案，哇，这个岛民之声的报道充分呈现了什么叫偏颇，真的超级有立场。我上次在各个商店看到岛民之声还在宣传，我就一个一个商店看，看到那纸条我就把它撕了，真的是最气，妈的，真的找到那个报社把它烧死。这到底是哪里来的地下报社啊？对啊，他妈的嘞，欧美下那个龙炮是被绑架好不好？对啊，龙炮不是被绑的吗？对啊，那是被逼着拍的，好不好？他不拍不照做就死了。果然大家还是爱看一些负面新闻嘛，正面的东西，然后在写的东西都没人要看。可能啊，今天的犯罪率太好了吧？怎样？每个人都在读心经是不是？真的不可能改过向善吧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无线电静悄悄欸，在医院干嘛？会不会听唱歌吧？看一下，听唱歌？听不然唱吗？对，每次我经过都发现在唱歌，而且都唱完了。妈的，最生气！我还真没听过。之前不是有办演唱会在表演厅那边吗？那个时候局长安排我开直升机在后面待命，因为那天晚上有线报会有抢劫。结果嘞，我那个位置根本听不到唱歌，他妈的气死！那天演唱会你没听到，因为他那个音量太大力吼的时候，你那个喉咙的音质会不好，唱出来的声音会不甘甜。嗯，所以大家都小小声唱，结果我就没听到啊，我就只有听到笑话，因为那个小天使首尔科什么的，对他讲笑话很用力讲，我都听得到。对啊，很用力讲，他很想让大家笑，但是对我真的是强颜欢笑，我也真的是没笑出来啦。对。我是被他安排的线人，我是被他安排的，在他讲笑话的时候一定要笑啊！你是对职业观众，对职业观众。可是他那时候准备讲之前，我就先笑三声。他花多少钱收买你啊？他没有花钱，他只是拜托而已。哦，所以我在他还没开始讲之前，我就先笑了。啊，你不会觉得他很爱开黄腔吗？我好像还没知道他的这一方面的啊。他一直对我开黄腔，我有点受不 了。真的吗？对，他每次来都一直说我弄得他湿湿的，好想要什么的。因为之前曾经有一次是在下雨天的时候，我是在抓到他在毒贩的那个贩毒的正中心，然后到的时候我就淋着雨追他，然后抓回去的时候，他就一路说：“哦，龙比弄得我湿湿，好想要，哇，好想要被关吗？”然后每次只要他出现在我面前，他就要跟别人乱讲话，他就会说：“这个不是暗恋我的龙比警官吗？”天哪，我的天，恐怖啊！哎，右前方怎么一辆消防车在那里？看，在开的吗？在开那辆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那辆。正常来讲会有消防车吗？我们跟一下，觉得通报一下好了。那个，我们现在在枪店附近看到一辆消防车，疑似是被市民抢走的。看一下有没有人回去开那台。他现在在枪店桥下里面，然后在躲我们直升机侦察。好，那个阿树啊，你过去支援一下吧，他们那边。好。还在，这边也很近的，我先过去看一下。他现在停在桥下，人下车了，穿着像消防员的样子。车上有十个人啊，四个人这么多。可以用望远镜看一下他们都在干嘛。好，看一下。啊，我看到了这几个人的特征，应该是王富贵和陈浩南还有周瑜。哇，你一眼就看得出来啊？对，就即便他们戴上了眼镜，这几个组合在一块就是这几个人了。还有一个人我看不太出来，现在怎样？现在又要说在帮大家洗车？对啊，该不会洗一洗，然后就说收钱吧？他们是怎样啊？哎，他们还有一个是谁啊？该不会还是又是小天使吧？这几个组合？哎，他们是那个啦，消防员呐。再去看一下，我的车有锁起来。好，我还是跟你们讲一下啦，你们消防员吼，那个防火裤还是要穿啦，不然会烫到啦，嘿啦。好的，这个装备要记得补一下呢，哦。喂，这个什么？没有，你这个帽子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是69帽啊。没有啦，我在一起 leader，我们就有69个人了，69，做个纪念。哎，富贵，你现在是找到新的副业是不是？帮别人洗车啊？没有，我不是洗车，绝对忠诚，喷火啊，对照是哪一位啊？
队长，哇，你看我的帽子，帽子不一样。嘿嘿，啊，你们哪里有火警要跟我们通报一下？好，没问题。我们现在就在灭那一桶，灭、哦、下次有人抢银行，我们就喷他的车。哎、欸，你们主要还是先处理火警啊！对啦，因为哦、喔，油罐车这种东西，还是说什么油啊、油火啊什么的，我们就会特别去喷，有没有？这样你们办事情也比较安心。长官里面还有，各里面还有。油罐车，你用谁去喷？哎、欸，消防局吗？我刚才越听越奇怪呢。冷却一下那个水火。油罐车，你给它冲下去更糟糕、欸。我们有泡沫的啦。老板的，老板是你是不是？嘿嘿嘿，我问你，电线走火怎么处理？快速回答。哦，来，这个简单的问题，好难，来。这怎样？交给什么什么副局长回答是吗？请说，请说。电线走火用什么灭火器？电线走火用 SR165这个型号的灭火器。分起来，分起来就是液态这种嘛，对不对？液态灭电线用的，粉末，粉末式的，哦，粉末是啦，粉末啦，不是液态啦。哦，液态会出事情，哎，等一下，一定要干粉灭火器哦。好啦，粉末的啦，他们知道，我们是有专业知识。警校一家亲。安全宣导啦，安全宣导，电线走火要用干粉灭火器啊。啊，你们怎么灭那个桶灭半天灭不掉啊？对啊，你们要干脆解散算了。没有，我们在练习啦。练习，怎么有点两光啊？哎呀，我看你喷了快五分钟，还没灭，刚成立吼，还需要一些那个啦经验呐。经验呐，哎、欸，你那个就跟我阿公在尿尿没两样。你阿公放尿就大杠，这大杠可是拢算没准，哎呀、啊，妈的，鬼岛的神经病都聚在一起了，真的。哎、欸，局长，哎，哎、欸，我们鬼岛消防局好像成立了啦，在哪里？就是在我们刚才这里啊，他们去又去赶去灭火了。刚才，对龙炮，下次小干遇火强烈的时候，要不要 call 他们帮忙一下，降降火气？我怕这样冲一冲，最后会有反效果，失身难耐。哎、欸，对，消防车开到我们警局前面干啥？警局识货了吗？他们到底有没有合法执照啊？我觉得没有哎、欸，下去看他们到底在干嘛。哦，哇，你是69号。你们是69消防局的，我们就目前救过69位受难者。是，那有哪几位？王小明、阿陈、阿北，哎、欸，彩虹夫，这样。一个叫罗斯，一个叫杰克。什么？你叫什么？彩虹小夫。哦，有人叫这种名字哦。对，有人叫彩虹小夫哦。有啊。小夫就会让我想到那个哆啦 A 梦里面那个小夫啦，对啦，三角形那个、喔，没啦，不舒服，尖嘴的那个啦。哎、欸欸，可以帮我们拍一张照吗？拜托。好了，我们警察让一下，他们帮消防员拍个照。啊，新闻要先。我就是鬼岛消防局成立啊，成立第一天，明天就解散。成立跟解散会不会在同一天啊？啊，记者，这怎么报？报了，敷衍他们一下而已。我啦，传给我啦，我自己报。敷衍，还要自己报？局长自己宣传啊？可以传给阿贝吗？传给我呀。记者传给我们队长好不好？哎、哦、呀、欸，我们要表框放在那个消防局。哎、欸，有爆炸声！哎，出动了！走走走！动起来！我就看这消防局能持续多久。我看明天就解散了吧。我也觉得，这个应该人到现场，火应该也都自己熄掉了。这个换方向是，他到底是想去哪？我怎么觉得他就打算停在那里了？他们是有一个人倒地的是吗？有，前面有个倒地，我看一下，那个黑色裤好像是浩南倒地了，我过去观察一下。浩南，浩南，你就留你在怕不了，为了这个消防局，为了。第一天马上有一个人殉职，这个工作是高风险群呢、欸，真的高风险。真的，叫其他市民不要加入好了。对啊，这太可怕了，这没有决心的人不能加入啊。唉，好了吧，仪式也差不多了，可以回去，可以睡睡了吧。他这边应该啊，算了，差不多了。我有拍到画面了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散会了，再见了，浩南。